前方100米左转。刚看到有一个阿姨，前方50米左转，进入虹桥东路。那就赶紧从那边走。灯都亮了，灯都亮了。左转，进入虹桥东路。10块钱伞，他怕不能用上，还挨着我拍照，然后还为了他回了趟旅馆。前方沿虹桥东路直行大约210米。要是不为他回趟旅馆的话，这会儿我已经可能到磁悬浮站了。算，回趟旅馆也是把所有路走一遍。一开始来的时候走了一个 L， 回去还要走一个反向 L， 那整个那整个景区大概看了一遍。白米粥两元，面油条两元，豆浆两元，鸡蛋两元，小笼包5元。前方100米左转。这里就是奇峰广场呀。前方50米左转。哦，感觉像是有一个停车公交站的地方了。哎呦，我看到小黄车了，那个是小黄车吧？左转。不用打号码。